台湾的森林中经常看见咬人猫，但不要听到咬人猫就产生畏惧。咬人猫虽然全株都长满刺，但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是野外的可食植物。咬人猫分布于平地到中海拔山区，长在森林底层，属荨麻科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也称咬人荨麻或刺草等。花为穗状花序，是雌雄同株异花，全株长着刺状纤毛。咬人猫并非如此令人厌恶，在原住民生活中可是宝。赛夏族会以此植物晒干捣粉作为武器，阿美族则用来惩罚犯错的年轻人。咬人猫是布农族的青草药，也是巫师的法器，它被广泛的利用，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野菜。咬人猫食其嫩叶和嫩茎，烹调时应戴手套，以免被其蜇伤。不论是何种烹调方式，都清香可口，营养价值不亚于其他蔬果。